接下来就是跟我们这个好六街非常非常有缘分的我们的周柯宇弟弟来了，欢迎柯宇。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柯宇。 那说到跟好六街的缘分，还有一层就是，之前不是弟弟那个以爱为营杀青的第二天就来好六街吗？在以爱为营当中，柯宇也有合作出演。是的，我在那个剧里面出演的角色叫易阳，我在那部剧里面追陆姐，然后陆姐和弟哥是一对儿。这是不是要呼唤白鹿了？是不是？<笑>以爱为营播的时候，我觉得白鹿应该再来，好不好？